怎么起来啊？颜色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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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个吗？你确定吗？这个吗？我没有做过，但是你是没事，起来，我一直不会做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起来到哪里啊？自己想的是什么？有什么地方可以放？有很多地方可以放，可以，就是切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你做对了，继续切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怎么连切菜都这么紧张啊？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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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准备接棒咯，要不要赶快交流，需要做一些素材。哇，废蛋酥哎，有问够吗？姐，你等一下就切切切那些，等一下就切那些菜，还没，不要紧张。然后还有那个，顺做就好。还有这个，切完之后你就炒左边那边的那个蛋。炒饭，对，就加油再去，对对对。来，三分钟都是你，对，你就这边你不会做，你就放着聊天，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反正还有最后，尽管聊，尽管聊。第一棒请停手，第二棒请就位，陈哥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加了可以啊，二宝妈，我很久没小心手，小心手。那你不要小时候吃什么？哎，摇摆，摇摆，大家都在看你摇摆，摇摆过来。那你们家小时候吃什么？都谁煮？哎。早期，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吃婴儿食品啊，也不用怎么煮啊。秋，后来我们家有帮手，然后也会有外卖。对，怎么样？嘿，说，你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吃的？什么？起来，那你要起来。有东西起来，怎么起来啊？颜色。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是这个吗？你确定吗？这个吗？我没有做过蛋酥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我唯一最不会做的。可以喽。自己想的这种，有什么地方可以放？有很多地方可以放，可以就是切片不上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你做对了，继续切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怎么连切菜都这么紧张啊？小心手啊！是是的，是小心手，小心手。小梅，自己加油，重哦。怎么样？你应该蛮后悔接这个通告的哦。后悔是不会了，只是我怕对不起。文轩而已，没事没事，不会啦，没事，我没有怎么样，没姐没关系，我没那么贪吃，那个还可以，我没关系没关系，朋友的意思的，朋友的意思的，炒蛋对不对？开火，哎呀，刚没开火，刚刚没关系，有，第一棒剩下1分30秒，这边有油啊，弄这边的油就好，哎对哦，那个你烧，加油！我跟你讲，就是挨死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我很久没有进厨房，没事。你说狄志杰没有让你下厨是吧？他们叫阿姨，现在有帮手。有帮手了之后，我就温度够吗？等一下哟，我就有了蛋酥，还要再做蛋皮是吧？他们哎要炒蛋，就是你知道炒蛋，所以很久没有下厨了，对。物极必反，所以我刚说当时缺蛋，现在毛起来用蛋。没事没事，可以了吧？我觉得吃回来，这个油是烫的，不要那么急。对你忙你的，我们这次可能你会紧张，不然我看对面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看到紧张。我是觉得我们这样走了啦，好不行不行，我也觉得你们可以走了。要阻止，带他过来。哪有他刚来？终于来了，这边。